很多人几乎有梦之后，就会开始进入梦的带引，而走入了恐怖颠倒去了。如果这个梦能够让你提起正念，远离，就远离这个梦带给你的东西，那修行就算是比较好掌握的了。所以像这种梦这种东西，说不完。所以在佛法里面就跟你讲啊，这些梦不要进入颠倒啦。他天人梦也好，或什么梦也好，只要你精进修行就好了。会不会真的实现呢？又何须担忧呢？你好好精进修行吧。如果这个梦预警已经到了，是要好好修行。其实就是你要好好修行就好了，并不是要害怕那个梦是什么意义。那你要害怕那个梦，你去问十个，有十一个答案。因为你会把哪几个跟你比较吻合，再多凑成一个，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这个梦啊，要远离。你要慢慢啊，让自己觉醒啊，觉醒，用最高的觉醒在生活。纵使这些梦是天人梦，是过去的梦，是什么样的梦，也不要起了颠倒想，因为一切无常啊。它这里面毕竟空啊，未确定的事又何须自问自答？如果你能够远离，才能够就近涅槃啊。很多人呢，对于很多事情会有个期待啊，诸佛菩萨，那这个事情我就不会啊，没智慧啊，那你也指点指点啊。希望在梦中啊，能够有个佛菩萨的一点点小小的指示啊。有这种人，他是这个上面是比较敏感的，那这个上面就很难去厘清啊，就很难厘清说是所谓什么梦，因为非常可能是自创的。很多同学啊，我们有很多同学，他都会梦到我哎。很多啊，他说师父你昨天晚上来看我，我说那我看你我跟你说些什么，他就直接问我说啊你自己不记得，我说应该是你心中想要得到某一些指示啊，或者是佛菩萨的慈悲，我预警给你，借由我的形象，因为我的形象是你心中最为高超的对象，所以你都会投射是我的样子。啊，有的说师父你昨天晚上来帮我开刀，他说真的你开的我的刀，我今天早上哦那个地方就不痛了，就是那个地方就好了这样。我说那个不是我啦，这几种都没毛的功夫你知道吗，不能毛的功德哦，知道吗？他说那不是我，是你的因缘果报，是观世音菩萨化现，借我的样子让你梦中不惊恐，不接受。因为你看到一个白白的人进来，你就是一起跪啊。所以这个上面，我们一般都是要让他尽量带引他跳出那个梦的期待跟解释跟幻觉。这样会比较好，好。那在讲说远离颠倒梦想就能就近涅槃，这个就近就是形容至高无上的境界，就是最彻底、最彻底的啦。你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当然就自由自在。所以这是一连串有连续性的。如果你真正的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不会有挂碍嘛。如果没有挂碍，你就不会有恐怖嘛，你就不会有颠倒跟梦想啊。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觉照，是无相的智慧，是觉照的。当然，你慢慢在所有一切，自然能够就近涅槃。
这个究竟讲的是圆满，是如佛示现至高无上的真理，这个叫究竟法身。大波涅槃显示佛教最终的目的，称为究竟涅槃。所以这个究竟涅槃并不是只是没有完成的状态，而要谈到这个涅槃之前，我们就必须了解修行一定有个过程。你从凡夫的有，一直证得二乘人，二乘人的空，会有一个所谓证得证悟的这个点。因为我们是迷，迷的众生，所以它会有悟。这个悟的体会是第一个对佛法的肯定，也了解原来通通是虚幻的，是我执。那这个层次碰到之后，就会知道原来一切是我执，是虚幻的，是颠倒梦想。所以生闻尘会证得，他会有证得的觉受。啊，这个证得如果住在里面，就马上有恐怖颠倒妄想。因为证得的这个刹那之间呢的体悟空啊，它是不会永远存在的。因为你这是体啊，你体，你原来有很多杂质，就像很多灰尘呢。所以当你用了你的法门，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心外的东西，本来无一物啊。当你心意识上面这些剥落的时候，你会有刹那的证得。可是这个是理啊，就是理体，但我们是在理事当中，所以你在看所有一切时候，这个事理可顿悟啊。可是这个事呢，你会进入到你习惯性的那种解释，跟你习惯性自我保护的状态，于是这个事又存在了。你这个事一进去之后，这个理就不见了，这个理就不见。那你进入这个事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事你无法挣脱。它并不是你体悟之后，然后这些事情就不见了，不是，你还是会肚子饿啊，你还是得吃喝拉撒都是一样的，你可能还是得上班。所以在这些体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它不空啊。你已经懂得什么是空，可是这事不空，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不知道未确定的它到底是什么道理，看不懂，所以就会有一个盲点又在出现。看人啊，有的人可以维持这个空性，那有的人一个月，有的人三个月，一个月，一周，一天，有的人刹那就不见了。但一般来讲，他都会有一段时间让你安住在所有一切，你会感受到所有一切如虚幻，世界变成虚幻的。如果你这个空性啊，空有解释过，就像说你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杂质，不管你用什么法门都一样。这个杂质，当你万缘放下，所有一切进入这个法门的时候，你会体悟这个空，就好像炸弹炸开，这是炸，是炸炸你原来很坚硬的东西。之后呢，你如果说习气很重的人，这个马上就结构起来，你又掉到事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空的体会让你会很舒适，很震撼，很想维持它，你就很讨厌世界，就很强烈的对比。然后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很不自由，所以见空性这种见空性很辛苦，这种见空性之后很辛苦，因为世界不是如你想要的，而且你的清安自在怎么又不见了呢？你还活着呢，多么希望马上入无余涅槃。
这个就是二乘人，那感触真强烈。那如果说你有佛法的基础，你慢慢的知道，你慢慢知道理可顿悟，事需渐修，而且是因缘因缘法里面，它如梦幻。那你会发现见空性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是幻人，幻人，就发现自己好像不是真的人。这个手是谁的？这衣服是谁的？我为什么要穿衣服？我为什么来到这人世间？可是这因缘果，自己的累世看不清楚，自己的未来更没有能力，所以只能就回到这个当下。可是看一切如虚幻哦，可是又得去圆满它，又会肚子饿，又会有疲倦，又要睡，又要醒，又要工作。这个时候好像自己是个幻人，那有一个超高的空盲，就是有一个空盲在那里，他是有空的体会之后是茫然的，是茫然。这段日子最难熬了，这段日子最难熬。啊，这个要怎么过呢？就是要入不空，就是你要用你空的体会来解释，来看所有一切，它本来是因缘法，它本来也是无自性，它本来也是空。如果你能够懂它这切是因缘法结构，就如同你这个色身跟你的生命的存续它一样，是在空中而在因缘法里面结构的。所以你看这件事情，你不要用有去解释它，你要用不空去解释它。这是空与不空吗？我体证上空，可是我的色身不空。所以佛性常住，清净的觉性在，这一点我已经证明了。那叫反思佛，就反思佛的存在。佛他证悟之后，不是消失于无形，那在这所有的一切世间的所有，不产生烦恼。所以我在看自己生命的所有的一切，它不是烦恼。如果你用烦恼来解释它，你的意识就是还是残留在过去的意识结构。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深入某一种完整的知见，佛法的知见。所以不破本参不住山。如果破了本参这个空了之后，你读经藏里面又重新去懂的佛要说的东西，佛性这个东西你摸到了，但是它的因缘果现象这个缘起性空，这些你要把它这个佛法的道理来看世界。当你用这样的道理来看世界，你在自己是幻人，又可成就幻事，这如幻佛事啊。那这样子就会帮助你慢慢一分一分的厚德至现前，而安住在解脱。这时候戒要持，不要再杂染了，而进入定，戒定，这个慧才会慢慢现前。而这个慧的现前跟法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它会有法执。因为世间的一切不可仰赖，你看也看不懂，你有过去的一些多与少的经验，可是你还是得活着。所以你安住在清净的空，但是知道智慧未现前，还是无明的，只是这个无明不能够起躁动，不能再躁动跟着过去的习气。所以在这里面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去把事圆满了，安住在空的正见，这样把事圆满之后，你就会放下，才懂得空与不空的关系，才叫毕竟空。就是透过这样才能究竟涅槃。这样讲同学可以懂吗？对于空的体会其实不难，真的不难。可是这个体会如果你知见未饱足之前就让你体会空，导致很容易进入顽空。所以像说带众生带学生来讲，要帮助他见空性其实不难，很简单。
但是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有些时候这学生见了空性之后他就走了，你就救不到啊。因为他会有偏执空，他非常有可能假借他社会上的一些能力跟一些经验，然后在空的体验之下，他会强调，他会强调他开悟了，悟什么？这麻烦，因为他习气没有变，习气没有变，所以像这种情形，宁可让他知见，像这种课啊，都给你知见了，告诉你知见空与不空的关系。见了空性之后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修呢，那个是要悟后起修啊，而且那个悟只是摸到，还不是彻底的悟，法执还没破嘞，那只是知道一点点，那个习气杂染很多啊，那体会一点点啊，这略有小醒，其实是略有小醒而已。所以像这种呢，都要特别特别去看到这些学生他在空，就体悟那个佛性之后的一切的点点滴滴啊，这个东西就好深奥，那过程很崎岖啊。所以如果说这个学生呢，他是性很野很强很狂，体悟空之后很难降服，一定要在他未体悟空之前，让他先调柔、调伏。他体会空的时候，那个菩提心顺势而发，他不狂傲，佛法的知见可以去棒打他，这样才能带引他慢慢走到不空而成就佛道。不要急着去。所以你要体悟空性，而是把你佛法的知见建立起来比较安全。因为建立体会空性，有的人他就是自己独创自己的想法啦，可是那个也是想法，他不会用般若经跟楞严经或华严经来检核自己啊，也不会用法华经来看到自己每个起心动念的当下跟圆满所有一切的这种愿力跟行为。那佛法呈现给他最大的利益，可能就是他知道空性，可是却是最大的障碍。经论有讲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个讲的是在讲体会那个佛性的清净。但我们刚刚所使用的空啊，不是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空，是在讲说修行里面，你如果加工用行，一定会有所体会，而那个体会的空，其实刹那短暂的。那谈到会有挂碍，一般来讲，心中一定有某一种成分的执着，那这个是我执的部分，是法执的部分。其实修行慢慢就可以去看到，在法执的背后一定有我，这只是比较细。那如果很粗糙的贪嗔痴，这表面上的一些都还没有办法放下，那根本就谈不上所谓见到位，也就是能够破除见思二惑。那这个地方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就近涅槃。要讲到涅槃，我们就必须去了解这个有个别的跟整体的差异。所谓谈到涅槃啊，最早的定义讲涅槃是讲灭度啊。那一般来讲啊，众生对于开始的涅槃会有个理想境界，那这个境界是自己的，这是个别的。因为讲到啊，修行啊，正德阿罗汉正德极尽涅槃，所以对于涅槃的第一个概念是我可以极尽啊，我可以进入涅槃。因为生出生啊，这个生的
相状其实是让很多人很无奈的。所以想要证得无生永灭，第一个来自于涅槃的理想化，是因为想要超越我这个色身在生命，就是再回来世间的这种苦厄，就是这个因缘能不能不要有了。那这个涅槃的概念其实是最早世尊给的概念，就是从罗汉证得极尽涅槃，但最后其实慢慢讲到究竟涅槃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定义了，就不是这样的定义。所以开始讲的涅槃讲的是个别的，也就是二乘的天真涅槃。天真，那这个地方讲啊，涅槃的定义是超越生死迷界的悟界。就是超越生死，这是在迷，而达到悟界，就是佛教终极的实践目的，是佛教的法印之一，称为极境涅槃，就是涅槃极境。那这个地方啊，我们从世尊的很多经论里面慢慢的次第的开演的时候，那大众对于这个涅槃的定义就有不同的认同点、认知点。部派佛教他认为涅槃就是灭却烦恼的状态，也就是你没有烦恼了。那没有烦恼这是个别的，你只要知道空的道理你就可以没烦恼。但是有的部分呢，你可以采取都不理睬，那个时候就叫无，这样知道吗？不是超越，而是眼睛鼻子嘴巴闭起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不搭理外界。那这种状态呢，就是灭却了你起心动念，这个时候是可以灭却烦恼，但是个别的，它并不是整体的完成。所以在心经开始在讲的这个空到最后的究竟涅槃，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也以个别的修持来讲，你只要先灭却动荡的心，就是攀缘附会，你只要眼耳鼻舌身意先回到自己的本身，而不要去对外，不看到妙有的部分，你就可以除却一定程度的烦恼。你只要规范把自己框起来。所以在部派佛教里面有谈到有余依涅槃，纵使阿罗汉证得这个涅槃，了解一切智，也就是空的智慧，断了烦恼，但是肉体还存在，也就是有残存的情形。你残存的情形，你就是必须这个心法是寂然了，可是你的色法上面它还是在变异，在呈现，它还有因缘的需求啊。所以当时呢，就是对于这个残存的情形有一种期待，现在已经是涅槃了，可是有余，还余有一个身体的存在。那当要圆寂的时候，生命就是所谓的泄落舍报的时候，也就是罗汉有修证的人在舍报的时候，心中会进入一个已经没有残余的这个色身的需求了。所以呢，这一切就归于寂然。那这个灰身灭智，灰身泯智的状态，这样子，这个叫无余涅槃。当时的定义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开始讲涅槃，一直到讲到这个死亡的时候，舍报的时候入无余涅槃，开始的初初定义是这样。但是你从他很多的经论一直讲到法华涅槃期，才知道世尊要讲的毕竟涅槃不是讲个别的，而是讲整体的，整体的圆满。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了解，从第一个层次愿离颠倒梦想，个别的你愿离颠倒梦想可以证入涅槃是没有错的。但是第二个层次来讲，愿离颠倒梦想，这个颠倒呢是整体式的，你不是只有个别的，你对于外界的见思惑这个上面呢，它不是迷糊的，对于自己该完成的部分
你也是负责任的，你也是正确去处理它，所以才不会留着遗憾。那这个上面就是有层次上的颠倒梦想的层次啊。那梦想呢，我们讲每个人基本上你对于你生命的很多想法，个别的啊，主观在己啊，那你这个梦想都没有了，你对外不攀求，是不是也是极然，也是极然呢、啊、外界与我无关啊，关起来啊，就是无，闭起来，无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意宁静了。但这个地方的梦想就不表达，只是个别的而已啊，就是你对外的妙有，也不产生错误的解释，没有颠倒，也没有梦想。那这个上面呢，又是另外一个层次。菩萨的关照，它是全面性的。那个别的自我关照，内心的启动跟认知点的这个是个别的。而修行它有个别跟有关系法的部分，一直到全部整体圆满。那这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个别的，那就是部派佛教所说的这个部分。如果你是个别的跟有关系法的安住在个别的解脱，然后关系法里面随顺因缘，随缘而不变，慢慢在解脱的状态，慢慢在修行的状态，这个叫菩萨道，就是为了要破这个尘沙无明尘沙惑。那到最后的整体圆满，这是三德密藏，这个地方圆满了，成就法身解脱跟般若，就叫究竟涅槃。所以以这个次第而言，我们如何能够究竟涅槃，就是究竟涅槃要达到得三藐三菩提才叫究竟涅槃。如果你愿离颠倒梦想，这个是个别的，或是在过程里面它会慢慢正德智慧，而这个智慧又要无智亦无德，是不是绕过来再绕回去，你又要从这个无智亦无德里面去看到自己能否超越所谓智慧的这个部分。那中论是解释是以实相为涅槃，也就是所有的一切因缘所生法上面是空性，因缘所生法一切是空性，但是你不能泯除他因缘所生法的缘起，所以这个生死跟世间，生跟死世间没有区别，所以他实相里面呢，他不否认一切，所以这才叫涅槃。那唯识宗呢，对于涅槃的定义，它是从本自有的这个部分叫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是就在讲我们都有佛性，理即佛的意思，也就是每个人是不是自性本清净，它本来就是极然的，可是你曾几何时在那边飘动，其实就是起惑嘛。那起惑心中就是有了挂碍，那没有办法完成，就有了理想啊，理想一直挂在那里，有达到的怕失去，没达到的期待它，是不是就有恐怖，然后有颠倒好多的梦想。那这些呢就是一路这样走来，所以唯识宗称涅槃有四种，叫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个是在讲我们本有的。那你在次第上完成自己的部分，叫有余一涅槃。而自己完成了这个部分，要进入舍报的时候，叫无余一涅槃。这是不是从次第而言？到最后呢？事实上，佛在讲的是无住处涅槃。佛在讲的是无住处涅槃，也就是你已经证得极然了，然后在世间的一切妙有里面，你并不是用生灭法在看它，它是整体的，你真实的清净，真实的极然，又可以完成一切。那这个过程呢，就是破除见思惑、尘沙惑，一直到这个无明惑。所以要达到究竟涅槃，它就是纷纷正法身的过程，一直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完成才是能够达到究竟涅槃。那这个中间的办法就是修行什么般若波罗蜜多，这样子就很明白。好，那
无住处涅槃，其实事实上就是佛最后讲的，他讲啊，要依于智慧，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要依于这个观照的法门，无相的智慧，清净佛性自然现前的觉性的使用的这种智慧，来远离烦恼跟所知二障，就是远离烦恼跟所知障，不至生死之迷界。所以你在自我精神上面来讲，他没有烦恼障，他也没有所知障，而在这个所谓世间的一切里面，你没有停留，你没有停留，心中有生死，生死，你只要有生死，它就是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点存在你的心中，只要有时间空间的概念放在你的心中，你的生命就是在轮回，因为它就是一个时间的标跟空间的标，你就一定有来去问题。因为我这个时间要拖到什么时候，而我这个空间呢要挪动在哪里，它就会有一个我的存在。当你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的时候，就我摆在哪里，当你有我摆在哪里的状态，你就是在生死的迷界，它是没有办法无我的。如果你能够在这上面依于智慧观察观照自己，每一个自我是非实有，而众生也非是众生，而在这里面呢，看得到所有人都是清净的佛性，而在这所有的里面呢，一切的因缘当中，你不住生灭的想法，那你安然的一直是在如如不动里面，所以这是你的觉性，你本来的面目。所以你在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不假任何其他的言辞来解释，来解释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你要言行举止来解释的是，哦，我感觉我有够自卑，你敢不敢尬？要别人认同一下自己的慈悲，有时候会看到自己的不慈悲，跟有时候看到自己的慈悲，有时候看到自己的无奈，又有时候看到自己可以挥洒自如。其实这个就是在有跟无两边跑来跑去。其实有跟无两边跑来跑去，就一定有障碍嘛，它一定有某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基础上来讲，空就没有把握了，那真实的道理就没有把握，而理想也似乎是存在的，只是说这个我呢，是不是强调于个别的欲望贪嗔痴，或是要整体圆满的理想大我。其实凡夫一定会有这个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粗糙的我个别的东西，就是我想掌握的我的欲望，我的生存条件，我的思想，我的点点滴滴，我的因缘，我的果报，我的等等，只要挂上我，就是我所。那你这个有我所有所的状态之下，何来谈你的自在呢？所以当这些所它并不是绑在一个个别的我，而是了解实相的道理，而实相的道理它是清净无为的，它是在无漏当中而行有为，在无漏当中行有为，这个有为是随顺因缘法，但是一切是无为的，有为只是说它可以完成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呢，大悲来救济众生，就不谈大悲。我们一般来讲，菩萨发心的时候一定会说大悲为前导，因为这是属动念里面的世间相状，也就是说佛在世间的相状呈现的是大悲相，而这个大悲的心理作用，就是心理活动，这个大悲的心理活动是必要的，这个是感同身受，但并不以为苦，也并不以有一个什么念的产生，而这样的无形象叫大慈大悲。那我们众生来讲，他大悲为前导，是看到众生的苦，感同身受，所以想要去帮他。这里面其实有自己跟众生的遥遥相对，你要破除自己跟众生遥遥相对，而才能够达到从这个上面你没有颠倒梦想。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谈大慈大悲，而是讲称性，他就谈到是一个称性的问题。如果以称性来帮助众生，这就叫缘起，这叫缘起。所以在迷界里面活动，
不停留在涅槃的境界，也就是说自己并不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就佛真正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无住处涅槃，这个当然是经论里面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整理啦，大德也给我们做了整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如果你有这个颠倒梦想，那么你就不可能达涅槃，不管是个别的或整体的，你都不可能，你都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放掉颠倒梦想，你一定要指认这些颠倒梦想是个别的。那你对于整体的会有要求跟理想，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有小小的慨叹，就是还有一个不为己而为整体的一种慨叹，有没有？这种修行人他一定就有这个世界是无可救药的，这个众生是可怜的，那这个环境是无奈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真正达所谓的观自在，他是不自在的，他就是有某一种无奈，就是某一种无奈。你无奈怎么可能是涅槃？无奈跟涅槃两个不同存呢？这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嘛，是不是？对不对？我想吃稀饭，又想吃干饭，意思是这样。那么稀饭配干饭，你要吃，你要，这个是一种决定啊，这叫抉择的智慧。所谓真正的智慧啊，在讲啊，就是般若或是我们讲智或慧，这个上面就是你要有抉择，而这个抉择是符合实相的，符合所有因缘条件，所有的。那你看我们多少人每一个当下都对佛有多少祈求，佛有没有理我们？多少人念佛，多少人念观世音，就在这么一个刹那里面，多少人念观世音，多少人跟观世音菩萨说，菩萨救救我，有人说菩萨给我100万，有的人说菩萨我要死了，请让我再活下去，菩萨我很痛，我不要痛，然后跟阿弥陀佛说你来接我吧，那跟释迦牟尼佛说你让我开悟吧，是不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当下的这一念，对不对？佛有没有给我们？佛有没有给我们？他通通给了，可是他不理我们。他通通给我们了，可是他没有理我们呢，因为他就近涅槃了，他不是不来或是来，他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浮动，所以我们想抓一条那种看不见的丝啊，看不见的那条那个楼梯啊，让我能爬上去，是不是？佛也给啦，你念我啊，你来啊，你放下，你来就得放下，你念我就跟念你没有什么两样，说我自在，你也可以念你自己得自在，但最后你要完成全部这条线，他也给啦，什么他都给，可是他就没有理我们，是不是？这样很清楚。那我们呢，要懂，我们就是太多太多的这种惑，如果你有惑就是有无明，你既有无明就会有颠倒梦想。当然有一些人他已经知道整体的道理，就是一切是空，那我就安住这个空里面，那这样对不起，这叫涅槃，偏真涅槃，它不叫究竟涅槃，不符合经文。经文要讲的涅槃是要圆满诸德，那你的内心是极然，内心是极然，这样这是果，这是果。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对于界内的事跟理都会有迷惑的情形，那这个事呢发生的点点滴滴，你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看法跟解释，而理呢抛得远远的，因为那个理其实就是空的道理。那你如果就这个事有他的想法的存在，他就不空，他就不空。如果空了，这个事可以看到妙有，他就不会住在空，
所以理跟事两个你都得合并去，合并在这里面明白。同学，我们如果有见思惑，也就是见也叫思惑也叫修惑，就是在三界里面它有分段生死，你看到什么就马上有意见，免讲，这人意见太贼，你这所有的一切都绑在事里面，对不对？然后它里面理浮不出来，你的理只是世俗的理，所以像这种意见很多很多，想法很多很多，那这些是要断除的。当你这些见思二惑能断除，才能够入见到位。那菩萨呢，他不是断见思而已，他对于尘沙惑也想，也应该要断除，最后要断除无明惑。所以尘沙跟无明这个惑是菩萨要断的，见思惑是三尘都通通要断的，所以叫通惑。那菩萨是断尘沙跟无明。所谓尘沙，就是从自己宁静之后还看得到与己现前有关系的。今天讲到一个个别跟全体这样的意思。那你见思惑就是个别的。你个别的能处理完而空，真空跟妙有里面实相里面看得明白，这是个别的。整体上面呢，整体上面能够了知实相而一样一样去圆满，那这个是别惑。到最后没有什么断不断的问题，完全每个当下都很明白，那当然就是所谓的无明漏尽啊，断无明惑。能断之无漏智升起，照见四谛之理时，其所断之惑称为见惑。这个是在讲说，如果我们有升起无漏的智慧，没有是非的智慧，然后四谛苦集灭道很明白啊，这些当下这个就不再是，所以你个别的意识产生出来的，没有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破除了见惑。那后面呢，你在思维四谛它的道理，刚刚是不是看到这是苦集灭道吗？然后这是清净的，这苦集灭道，当然我们前面也讲生灭四谛啊，无生四谛，四种四谛嘛。当这些呢，你基础上看懂了这四谛之理，到最后根本就无四谛，超越了嘛，超越四谛。四谛是一个时间空间事件交互思考的道理。当你最后是很明白是当下，这当下是没有时间，它没有次第延展性，所以前面也没有迷惑，后面也没有迷惑。那如果当体你都可以懂得这些的时候，就没有所谓思惑的情形。那我们众生会在这里慢慢有一些必要的这个思维，正思维啦，有这些正思维的过程，是修行里面一定会有的路线，那没有什么不对。所以八正道里面也是有正念的，对不对？然后正思维嘛。那我们看到，如果说看到自己贪嗔啊，这烦恼缘这个五尘六欲四相啊，思维之后又放在心里，那这没有意义，这是法执，而且这个思维跟空没有合并，你没有用空的道理去思维它，所以它才会留着。你如果说思维清楚了之后，又知道它因缘和它本来就是空的，那么可能你就内心就不会再留有那么多留在心里的东西。那我们刚刚讲啊，如果说见思惑，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初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迷惑，就是要空观来对待它，这是界内之惑，就是要修空观。
那如果我们有尘沙惑，也就是对菩萨啦，断除见思惑之后，他比较会有空的道理，所以空观会现前。那空观现前，不能够进一步的全盘去了知众生的根性，只是他的种性，跟他的能力，跟他的因缘。那这个上面需要慢慢的练习。那有些时候不大能够，有时候讯息也接收不到，有的人接收得到，有的人接收不到。就是有的人看天下都不待机啊，你哪还欢乐？有的人是掉到烦恼里面相撞，有的是他根本都接收不到讯息。那有的是他看到讯息，他看得懂，他会去处理它；有的是他看得懂讯息，可是无法处理它。这是不是差异很大？我们凡夫可能都是人家言辞或什么有关系法的讯息，你能收到了，那收到了之后，你也没办法处理，你就掉到事项里。那修行人是在这所有里面呢，先处理好自己的，而自己的这个上面呢，已经安住在寂然当中。然后呢，会有一阵子收不到别人的讯息，因为自己住在寂然的偏空里面。再开发回小向大，看到妙有，不一定妙，而只是看到有，而这些有可能就是杂杂碎碎烦恼的有，所以收到讯息了。可这个讯息呢，有没有能力去处理它？不一定。跟前面的凡夫的讯息又不大一样。凡夫的讯息有些会过度解释，会过度解释，过度躁动。而菩萨收的讯息呢，会冷静的去收到讯息。啊，这收到讯息之后，会不会去圆满它？这个作用就差很多。这个就是一品一品无明在破，那一地一地。菩萨的能力，那他会圆满到什么程度也就不一定了。可是他要圆满他的时候，他就必须以假观来破这个尘沙惑，也就是从空出假，对不对？那这个上面呢，才能够收得到讯息，你也有意愿，你也去处理它。那至于众生，你能处理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内心还留有所得心，留有那个落差点，落差，啊，那你就怕病啊，一个呢，那么不懂，差不起。这个好像似乎又有一点小小的无奈，当然不会引起多大的心理动荡。那有的时候是觉得，哇，阿弥恰，你怕病，一定能够阿弥，啊，空啦，啊，一嘛空，就那两个当在空啊，我切断。这个也是一种过程啊，同学，这说不尽，听懂吗？是不是说不尽？有的人是哦，卖差别啊，时间先切断，跟他的关系先切断，他没有保留那个像佛一样啊，佛菩萨不是都给我们了吗？他连时间空间他都不设定，他让我们去把握那个因缘，然后你每一个因缘现前的时候，他就会掌握得很好。但是我们呢，我们因缘是有要拿跟不拿，我们凡夫是选择性的取因缘，修行进入偏空的时候是不拿因缘，再回头呢拉因缘，可是不一定能处理得很好，对不对？有时候是拉一半放掉，无法度自己先走对不对？我总要继续往前啊，我不能为你而停留啊，对不对？那有的菩萨就是他的悲心比较重，智慧比较少，他就念又自己嘛拖戏，对不对？然后智慧不一定有增长，然后就来了一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我跟你同轮回，但是我尽量不让自己轮回，这就是我的慈悲，这个就是慈悲重一点。这是相状太多，那如果说菩萨到某种程度，就是能拉多少，就是怎么样，他是很随顺这个因缘，那就实相了，他不加压，他不给自己压力。那刚刚讲的都不拿因缘，那完全无压力啊，是完全无压力。同学，你哪一种？有些时候你会去看到自己吗？
对不对？啊，无奈中的放弃，还是放弃中的无奈啊。然后这个就是菩萨在修行里面，其实这些呢，不会真的去影响到他的自在啦，是不会。但是对于整体的圆满来讲，还有一丝一丝一丝的无明在。整体来讲，你不能够看得很明白。那这个上面呢，要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中观，用中观来破它，破这个无明惑。那以这个三惑，因为今天介绍到愿离颠倒梦想里面，一定会讲到这个惑嘛。这个惑以见思惑相当于烦恼障，尘沙惑跟无明惑相当于所知障。同学，我们会不会有所知的地方？会啦。那知道你所知的东西啊，你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放掉，你就是